我的音乐灵感不但来自美丽的大自然和深邃的中国文化，更是来自于我和优秀的演奏家们之间的碰撞。在工作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互相感受到来自合作伙伴的气场，通常是一种和谐快乐的气氛，会一直弥漫在大家身边。每一位演奏家都尽情地享受音乐带给自己的愉悦，那的确是一种神奇的经历。前期准备工作是十分繁琐的，需要事先设计每个乐段，不同的风格、不同的节奏、不同的速度，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时段，转成起伏、平静、高潮，要符合人身体的自然规律。这些不但要提前精心设计，更要在不同的音乐会演出中不断的总结和完善。每一次的排练都是辛苦的，但是每次也都是愉快的经历。在演奏中，每位演奏家之间交流的方式是手中的乐器，而不是语言。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存在于我们之间，在演奏中互动，交流情感，共同表达我们对音乐的态度。排练有时候不只是一种练习，更是大家一起交流心灵的平台，在共同的探索中达到更多的共识，而表达共识的同时又存在着表达形式的差异，所以就构成了音乐的多层次的立体的表达方式。用不同的旋律、节奏、音色、技巧，甚至是其他辅助方式，比如说灯光、影像等等，来共同表达一个中心，这样观众得到的是一个丰富立体的表达，从而达到演奏者和听者之间心灵的交流。所以，我希望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可以是一次心心相印的交流。
团队的音乐家们不单单是技艺高超的演奏家，更是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对音乐饱含挚爱的充满浪漫情怀的人。虽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顶级的大师，但是在演奏中不时地流露出孩子一样纯真的笑容，经常感动着我。能与他们一起合作，始终使我感到荣幸。击乐是我一直以来喜欢的表达方式，音乐的动感更是和打击乐有直接的关系。我觉得音乐的律动和人体内在的循环是有关系的，节奏是循环的，人体的血液是循环的，情绪是循环的，生命是循环的，宇宙万物都是循环的。所以循环的节奏里包含着大智慧。在演奏中，打击乐也是最可以调动观众情绪的乐器，相信是循环的节奏与循环的人体情绪达成了共鸣。在我的创作中，不排斥任何音乐形式的加入，任何音乐元素都可以为我所用。创作中没有规则与条例，融合是我最多遵守的原则。我也喜欢尝试更多种类的乐器在我的音乐中。同样，音乐家们对音乐不同的理解与诠释方式，也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。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性格，在诠释同一首音乐的时候是带了不同的气场的。我更希望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想法，更多的灵感加入到音乐中，这样的话音乐的感染力就会变得更强，也会更多的被更广泛的听众所接受和喜爱。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，每一次的即兴演奏都有特别出彩的部分，不断的总结精彩，不断的尝试突破，最终呈现的表演就是最大限度保留精彩的最精华的部分。每一次的音乐会演出都是一个大工程，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场地，不同的各种状况，所以一个高水平的制作团队是非常重要的。
音响、灯光、影像的设计，最初就需要介入。在排练过程中，音响总监会了解每位演奏家的监听习惯，并根据音乐风格与演出流程，设计出最完美的方案。到达演出所在的城市后，还要经过很长时间对设备的调试，才可以进行彩排。对于演奏家来说，一个陌生的演出场地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熟悉和适应，尤其是室外的音乐会演出，温度和湿度还会对乐器的音色与音质产生影响，所以要提前几天到现场适应。同样，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，我们要进行一场与第二天演出一样的彩排，一样的流程，一样的时间，以确保正式演出的顺利进行。组成一场音乐会演出的每个部门，无数的工作人员，舞台、灯光、音响、影像、特效、协调、导演、监督等等，在演出前的每一天都会利用可利用的每一分钟进行严格的工作流程，来保障演出的进行。首先介绍我们的贝斯手陈小新。在每一场演出中，我都会把我的合作伙伴介绍给现场的观众，这样我们与观众的心就会更近一步。吉他手曾杰。我的吹奏乐演奏家郭中和。古筝沈月。南尼李维娜。弦乐的首席马肖飞。康恰。巡亮。每一场音乐会，我们都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演出，而是一次心与心之间的交流，是灵魂之间的深度对话。我和我的团队伙伴们是用心来表达音乐的，这对于我本身来说，也是一场奇妙的旅程。